散开哟、哦！总算吃到三蛋糕哎！总算吃到三蛋糕哎！我是说，终于爬到山顶了，好累。哎呦，阿嘀咕啊，看你喘成这样，一定是平常没有在运动哦。哎，嘀咕啊，这边真的好美丽哦。哦，对啊，风景很强哦，风景很强哦。对啊，风景很美吧，很漂亮吧。嗯，哇，山上的空气真的很好哎，吸一口。嗯，肚子怎么好像饿起来了、你们也会吗？好像也是耶、真的耶。那我们赶快下山去找他们吧。走走走，我还在喘呢，快快啦，好饿哦。哎呦，风声就是啊，老妹，你看他们回来了耶。对啊，哎呦，好饿哦。哎，芝芝精灵，幼妹，你们准备了什么好吃的、啊？我们准备了三明治、蛋糕，还有好喝的果汁哦。哎，那你们爬山还顺利吗？很顺利呀、啊！我在山上啊，看到了红色的花、黄色的花、粉红色的花、白色的花。等一下，你这样讲好像我们在山上只有看到花哎、明明就还有像高高的大树啊、大大的石头啊，还有可爱的小动物。过去过去。那哆啦咪精灵，有看到吗？有看到吗？我是在问你有看到什么吗？哦，有啊，给我一点 tempo， 1, 2, 1, 2, 3, go， 看见徐徐微风吹拂，相思树梢上尖尖的叶子左右摇曳，像是跟着春风一起唱春天的歌谣。可是怎么有点听不懂？听不懂。而且我觉得，我们赶快享用我们的美食吧！哇，我有蛋挞！我吃了，来杯牛奶。总算吃到三蛋糕哎，意思就是终于爬到山顶了，风景很强哦。意思就是风景好美好漂亮哦。有看到吗？意思就是你有看到什么？金不易，今天的课语大家有没有都学会了呀？学会了，很强哦。穷哈希克山，金不尼克马格山，同个山真挑山。爱上我克伊尼山，唐公有错七仙山，满天山内呀半呀，富挑山。